今天来吃一个上海本帮菜，叫黄鱼馆。回味甜的有点齁，确实。清蒸黄鱼，看起来很鲜美的样子。然后这汤我感觉我不能喝。是吗？你不喜欢这个汤？感觉你会喜欢，酒味好重。哦，是那种酒炖黄鱼，就是我家那种做法。很淡的，清香的那种酒味。但我怎么感觉有很重的油脂啊？这个汤应该是用火腿吊过的。哦，这样说吧，是的，非常接近我家的味道。嗯，这家店环境特别的幽静，所以不敢大声说话。而且我们旁边就是前台，很怕说错话被他们前台追杀。管这个叫椒盐黄牛肉腐饭，但是大家这样看了，你看不出来，你用手比一下，拿个叉子比一下。这是叉子，干，这是勺子，这是勺子，大概就一勺饭吧。这真的是我见过为数不多比较离谱的事情。炖的好烂啊！这个牛皮应该也很好吃。他说椒盐就是这个，椒盐就是牛皮。嗯，是的，他们炖的非常烂。为什么不能多给点饭？这饭也太少，这很好吃，这太少了，少有点离谱，这像法餐。哇，这么干净！黄盘型的。先吃一口这个油泼，其实面粉居多的，搅成肉泥了。对。最期待的一道菜，姜葱炒油蒙。其实油蒙就是，油蒙就是青蟹啊。一般来说，自己吃青蟹啊，没有客人在的时候，最先夹屁股的这一块，这块最肥。青蟹我还是很爱吃，裹了一层蛮厚的勾芡，它可能是先过了一下油。吃螃蟹最讨厌的地方就是要慢慢抿它中间这些壳，就不能说话。这是要很专心的吃。这肉还有一点点甜。有没有发现我们吃虾和蟹是不用手的？拍，不拍了是吗？不值得你拿出手机拍。非常期待的黄鱼春卷终于上来了，两根就两根。很烫，很香，但是两根也太过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套餐吃完了。套餐对，就这么多，399，大家觉得值吗？吃完晚饭来吃点点心吧，毕竟有人说没有吃饱。叮叮叮，西瓜，芭乐冰。我觉得芭乐比较重，可能西瓜本身味道就比较淡。它旁边还有这个芭乐果肉。是吗？就稍微甜一点。因为这个味道是一样的。好吧，我还是第一次吃芭乐味的冰。比较特别。这是什么？挖出来一个，那有点什么？小面包，像小饼干的底啊。膨化食品，冰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唯一不好就是这个店里面太小了，就这么大。在大马路旁边睡觉的胖猫，咪咪。你去摸摸看。摸摸头。这是胖猫。